哥哥领零用钱了，40块。我看一下，40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了，拿给哥哥。还没有升级。给哥哥。谢谢登宝。那个零用钱。谢谢爸爸，谢谢登宝。好。东东，你还没有，你不可以放嘴巴，这个很脏。好了，盖起来，盖起来。好，盖起来，盖起来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力气不够，那很用力。哇，好棒！哥哥多少钱？我看一下。261。投完了，下礼拜才有了，东东。下礼拜才能再投一次了。零用钱一个礼拜投一次而已了，彤彤。不是彤彤，是东东。是东东啊，东东一个礼拜一次。嗯，你摸了钱要洗手。摸了钱一定要马上洗手，上面好多细菌。好。上面好多细菌。好，换手，这只。哦，摸了钱一定要马上洗手，尤其是小宝宝，你就是小宝宝，钱上面好多细菌，会让你生病，知道吗？爸爸带你洗手啊！爸爸带你洗手。嗯，爸爸带你洗手。好，甩一甩。哎，这只，对，这只甩一甩，一起来甩，来甩。好，来擦干，擦干，擦干，擦手。等等等等，你要不要看？我脱了。好。我1763，我是有钱的，1763。应该。我先看一下。弟弟也一起。我的100，这些，哎，把服务一整只都是我的哦。嗯。你不能偷拿哦。弟弟也一起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看。好，你想要下来是不是？好，爸爸抱你下来，让你下来。好，来，这边是彤彤用零用钱跟我合买的玩具，对不对？还有一只整只都是我的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。这个是彤彤想要的饺子，然后还有彤彤很喜欢的普屋。然后我自己发现他同一家有在卖的很可爱的小悟空，所以我就顺便多买了一只。对，好，对，这只是整只都是我的。普屋你要整只对不对？等一下这个给你200给我，这是彤彤的零用钱。然后饺子200你要跟我合买，对，合买，所以就是一人100，所以彤彤给我300零用钱，就是这个时候要用掉的。我先多看一下可以吗？等一下等一下，弟弟你不能拿，等彤彤我一下，我先把钱收了。等我讲，先把钱收好。你不能拿钱，东东，东东钱会破掉了。你不能拿钱，我先把钱收好。好，我先把钱收好。那你要先开哪一个？先开普屋。先开普屋，好。好，开喽。好了。这完全没有交代。好屌一点。哇。我没有地方可以拿。妈妈。
我不会开。嗯，这很珍贵的，难怪它要粘在纸上。哦，掉了。饼干耶，是服务变的饼干耶。对，戒王者不是，是那个达布拉，你记不记得魔戒之王达布拉？服务把那个魔戒之王很厉害的一个人，一个咒语就把它变饼干了，然后就吃掉了。那就说变成饼干吧，它就变了。对啊，然后踩在它上面，你看它踩在它上面，这是一个底座，其实是一个底座。好，完蛋。好，嗯，这只完整就是你的200块，你自己出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给相机拍一下。背面。有披风。很可爱耶。服务真的很难找。我下班。放好在。你坐着，我帮你拍好了。你坐着。我们的普，这是彤彤目前有的普，这只是娃娃，那这个是公仔，对，胖嘟嘟，这只可以给你，你借弟弟看，借你看，好，弟弟在地上玩好了，胖嘟嘟，我们继续来开，弟弟在地上玩，以为是你吗？来，给你，嘿嘿，哥哥喜欢的，但是这只是我的哦，我以为他底座只是一般的。他底座连底座都是一个角色哎、欸。对啊，他叫达布拉，魔戒之王。我以为是。你忘记了？我记得。只是因为我不常看，我觉得他不是什么很重要的角色。那再来猜。饺子。饺子。饺子。哦，饺子。好可爱。特仙人的主意。小子，哇，好可爱哦！白白的脸，对啊，兔子，好可爱哦，兔子。接下来猜这个是小悟空，因为他们同一间在卖，一次带就想说就可以合并运费。我要把它放到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悟空小宝宝，借我看看。好，后面还有尾巴。对，还有尾巴。东东，这个也是小宝宝哎。这跟你一样，也是小宝宝。这应该是要被那个送到地球的时候，在太空船里的时候。对。他的小屁屁，光滑的小屁屁。这个也是小宝宝哎。这个也是小宝宝哎。跟你一样，那个弟弟拿没关系。是他，是你不是刺刺头的，头发也很多。你的床，你躺这边，嗯，然后你站这边，然后你站这边，然后你坐这边，你躺在这边好了。好，我也有想要版的蜈蚣。嗯，饺子，等等，这一只叫饺子，饺子很可爱吧？喂喂空，饺子，饺子。很可爱，彤彤很喜欢这一只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嘿嘿。啊，小悟空。小悟空。小宝宝悟空。对。这里是小宝宝，那里是小悟空。好小的哦。对，小宝宝悟空。欣赏一下。最近呢，我都在教彤彤。延迟享受的这个道理，就是他可能去逛玩具店啊，去外面看到什么夹娃娃机、扭蛋机啊，对不对？有喜欢的东西，我都跟彤彤说，你可以延迟享受。什么是延迟享受？就是晚一点享受。对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回到家之后，我们上网搜寻一下它的价钱，那网络上通常都会比较便宜，对不对？对，或者是多逛几间玩具店，然后比较价钱。对，这样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去买到。延迟享受不只是用在这个买玩具，买玩具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到延迟享受的道理？比如说要准备考试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很想打电动，
对，你可以等到考完试再玩，对，对不对？先专心，延迟享受。那如果你考试前真的很忍不住打，一样都是打电动啊，可是你考试前打的话，有可能会让你的成绩变不好，然后就没心情打了。你考完试之后你也没心情打了，但是如果你考试前有忍耐住的话，你延迟享受，等到你考完试再打，那一样都是打，考完试打可以更开心，更开心，对，不会有一个事情没做的感觉。对，那如果是一样是买玩具，我们延迟享受的话，意思就是说我们逛玩具店可以多逛几家比较价钱，或者是回来在网络上面买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买到，或者是一样的钱，你的零用钱一样这么多，可以买到更多支玩具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比较划算。彤彤用自己的零用钱跟我一起买了他喜欢的普屋，那这只是我的，这只是放你那边，饺子跟悟空都放我的，没有。好，这只小虎，我先把娃娃放回去好了。好，然后彤彤在这边，他便便了，好臭。好，我要帮他换布布了，彤彤。彤彤，我们来换布布了，换布布。你下来好不好？换布布，闻一下，好臭，好臭，我也收了，好臭，妈妈来换布布，啊，换布布，好臭，好臭，好臭，糖糖，妈妈糖糖这里，糖糖，糖糖，要换布布了啦，给你，小悟空在你旁边陪你。换布布，彤彤，你看小悟空也在换布布的感觉。对，脚也是翘高高。对啊，脚也是翘高高，擦屁股，两个一起换。哦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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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彤彤要昏倒了。好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起来吧。